长久。这个我也没带。哎呀，我怎么什么都没准备啊？谁呀？呜呼 ！Surprise！ 哎，林医生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对呀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为什么呀？唐平那个疯女人怎么会在这儿？她怎么来了？她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可能是。声音了，他在我们隔壁，因为隔音差。那我们说什么他都听得见了。周芳宁，隔音这么差，你们两个人可是做什么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哦。我换房间，我也换，换旅店。哎呀，我查过了，全镇只此一家。冯宁，要不今天就算了吧。不行，不能算。他今天都搞成这样了，谁知道他明天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？但是，没有但是。老公，你刚刚好厉害哟！那还不是因为之前听到……算了，是我理解错了，你没事就好。哎呀，我怎么会有事儿呢？都是你，你要是有事，我都担心死了。哎呦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们外科医生的手多宝贵。嗯，我刚才用的是脚。嗯，对哦，你好聪明哦，好厉害！陆芳宁，你在这装什么装呀？你刚刚明明能打得过他的。老婆，你之前说你能搞定，指的就是这个。这事儿我可以。好了，我还得去趟医疗室，还有事要处理。又分开了，我怎么办？想你的。见到了，那你早点回来哦。走，马上见。嗯，想你，么么么么。嘿，嘿，你看没事啊？看我。唐明白天清醒的时候，
哦，都对你上下其手，不怀好意的。谁知道现在喝多了是不是要占你便宜？我可不能让我最可爱的林蕊被他给占了便宜。你也很可爱。那你要不要给一个这么可爱的我一些奖励呢？嗯？什么奖励啊？这后面就是大厅，人多。哎呀，没事儿。过来过来，你到这边来。哎呀，来一下。汤平，汤平平，你说我陆芳宁从小到大伺候过谁？又是吐又是哄他睡觉，真的是，你看，你看看，跟个猪头一样。我是真的不甘心，我们一个浪漫的夜晚就被这个笨蛋给毁了。他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，我就只好暂时把你借给他了。但是我不想借给他呀，没办法，谁叫我那么招人喜欢呢？是啊，你的确是太招人喜欢了，所以有时候也挺令人烦恼的。不过你只爱我。嗯。行吧，借给他就借给他吧。只不过呢，借给他之前，我要让他受到一点点惩罚。什么惩罚？过来，行，你过来，坐这儿。干嘛？这样子确实不太好。